请拉好扶手，车辆进站，请注意安全。东兴路站，欢迎乘坐松江有轨电车2号线。本次列车为环线运营，外圈车辆起步，请拉好扶手，下一站绵阳路站，开右边门。下车请注意安全。Next station is 绵阳 road station，乘客们。